这件事就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前，我现在在电脑前记录着。我是在一家家装店的园艺区工作，工作很轻松，所以我有很多空闲时间。我经常会在厕所待很长时间，在那儿摸鱼玩手机。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太好，但总比站在那儿装作自己很忙好一些。今天就和往常一样，我在厕所里消磨时间，没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，直到我和隔壁隔间里人的工作机一起响了起来。几秒钟之后，我看见隔壁那个男的手心朝上把手伸了过来，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厕纸用完了再问我要，但他一直没有出声，于是我就没管他了。然后他的手开始朝我的腿靠了过来，这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，所以我立刻起身准备离开。那个男的一注意到这一点，就立刻赶在我之前出来了。沉默几秒钟之后，我趴下来从门缝下面瞄了一眼，想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。然后就像恐怖片里的场景一样，我们对视了。他离门的距离很近，正试着往里面偷窥。我愣住了，你可能在想我为什么不立刻开门把他骂走，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和人对峙，我每次都会想方设法避免争吵，我侧身站在门边，这样他就看不见我了。就在这时，那个低语声响了起来，我不知道他一开始说的是什么，但听上去像是呻吟。接下来的声音清晰了一点，他说想看看我没冲掉的厕纸。我觉得好恶心，这个男的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。但厕所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我知道自己必须待在这里直到有其他人进来，我绝对不会独自跟他对峙的。大概一分钟后，终于有人进来了，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冲出去洗手然后离开那里。幸好另一个人的出现让这个老男人停止了自己的变态行为。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挡了一下我的路然后走开了。我之前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，他看上去就是个顾客，但是我很肯定在厕所听到两声手机通知的声音，因为工作机的铃声很特别，所以肯定不是巧合。那个男人是知道我是这里的员工之后，他才开始偷窥我的。这真的吓了我一跳，这之后我就一直没法专心工作，我一个劲的在园艺区走来走去，想看看有没有跟那个变态穿着相似的老年男性，但我有很严重的脸盲，所以哪怕真的看见他，我可能也根本认不出来。希望以后别让我再遇到他吧。我和阿莱莎认识快七年了，我们关系一直都很好，她是我的闺蜜，是我生死与共的人，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会一起干。但我转学之后，我们开始慢慢有点疏远了，不过我们会在放学之后见面，所以感觉也没什么。就这样过了一年，我发现阿莱莎开始和一群不正经的人混在一起，而我一点儿也不想掺和进去。我发现阿莱莎开始挑剔着我的衣着和外表，但她以前也是这么穿的。我们曾经沉迷于动漫周边，但自从她开始和更成熟的大学生一起玩，她就变了。她总是说我很胖很丑，没有人喜欢我这类的话。而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她叫我家人穷鬼。我忍无可忍了，因为我家人曾经在经济上帮助过她，还帮他们偿还了欠款。所以我就不再跟他做朋友了，而是开始和其他人交往，也借此更加了解我自己。我交了一个新的闺蜜，一切都特别好，但我总觉得有人在角落里看我，我总觉得有人在那里，但始终没有想太多。过了几个月，我还是没法摆脱被监视的感觉。就在这时，开始发生一些怪事，我的车被锁起来，经常爆胎，门口还会出现需要解码的奇怪信件，但我很笨，竟然无视这些事情。一年后，我打算和群里的一些老朋友一起出去玩，就在那时，我发现了一切。阿莱莎就是对我做出那些事的人，她送来的每一封信都是死亡恐吓，
我的朋友托利，也就是目睹这一切的人，说阿莱莎会跟踪我，还因为我让一个男生替代了他的位置而很生气。这还不是最吓人的，原来阿莱莎会模仿我的一切。我买了一辆轿车，他也买了同款的车。我车上的仪表盘里面是我的英雄学院和南方公园里的角色，他在网上也找了同类角色图片放在仪表盘上。他会在早上6点起床，开车到我家这边等我起床出门，以便跟踪我。他试图在社交媒体上添加我的朋友为好友，然后说服他们为了他离开我，因为他相比于我来说是个更好的朋友。他还会穿跟我一样的衣服。托利说他到阿莱莎家去时发现他贴着跟我一样的动漫海报，一开始我没相信，直到托利给我看了照片，所有的东西都一样，就好像那里是我第二个家。幸好后来阿莱莎跟他父亲一起搬到北边去，因为他奶奶把他赶出来，之后我的生活又恢复正常了。但现在我只是很怕他假期回来的时候又会跟踪我。我以前在美国一个工业区工作，那里晚上很僻静很黑，晚上灯光很少。我住的地方离工作场所很近，我会走路回家而不是坐公交，因为公交的时刻表有点尴尬，而且要等很长时间，所以我通常都会走路。10月初的一个晚上，我当时正走路穿过一个停车场回家，回家的路上我必须穿过几个停车场，不过这事儿发生在靠近主干道的那个停车场上。我当时正在穿过一个荒凉的停车场，我听着音乐走着路，就在这时我有种奇怪的感觉。我回头看了一下，看见这个人穿着连帽衫运动裤，看上去是个女人。这个人面色苍白，从躲藏的灌木丛后面出来之后，好像就在盯着我看。他在我身后加快脚步朝我走过来，我跑过主干道回头的时候，我能看见他站在几棵树旁边。接着他意识到我看到他盯着我了，于是他跳到一棵树后面躲了起来。我随便走进一个公寓里面想躲开他，然后在那里等了一会儿，接着我就离开这间公寓回家了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妈妈，她说我应该报警，但事情还没有结束。11月初的时候，我有种奇怪的感觉，我正在穿过的这个停车场有个人在那里。这次的停车场跟上次不是同一个，之前那个把我吓坏了，因为有人在盯着我。就在我穿过这个停车场的时候，那个穿着连帽衫的人讲着电话从躲藏的拖车后面出来了。我吓坏了，决定加快脚步，在不惊动这个人的情况下尽快到马路上去。我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，就在我准备穿过马路的时候，这个人也打算穿过马路。我随便找了个公寓躲在里面，一直等到我觉得他已经走了。这种情况最后一次发生是在11月中旬，就在我第二次被跟踪的一个星期以后。我当时正在穿越第二次见到他的那个停车场，这一次他从躲藏的拖车后面冒出来，开始朝我走过来。我决定跑到马路上去。我穿过马路回头一看，他已经不见了。我觉得他肯定是躲到拖车后面去了，因为他绝对不可能这么快就离开停车场。我决定这一次还是躲在同一个公寓楼里。后来我就没看见过他了，我也换工作了，所以不需要再走那条路去上班。他也可能是个男的，因为那个人很高，不过他讲电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听到他的声音，而且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觉得他可能是一个白人女性，有着深色的头发。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报警，我以后可能会这么做吧，但我觉得报警未必有用。